仓鼠生完孩子后如何照顾？今天教大家如何照顾产子后的仓鼠。你看它啊，明明想吃，一直犹豫不决。因为我开着笼子，它怕我抢它的孩子。其实生完宝宝铲屎的就不要管它们，给它们充足的食物和水，可以在笼子外面套一层隔光布，营造阴暗安静的环境，给做点辅食就好了。你们看啊，它一口都没吃，不过晚上我睡觉后它就吃了。我看到第二天辅食全没了。当了妈妈的雅雅总是神经兮兮的，多疑胆小，白天从来不出来，晚上我睡了他才会出来，把垫料都垒到木屋旁边，别的地方都见底了，铺的垫料可不少啊，他就觉得这样有安全感。木屋我觉得是生崽的鼠子必备，宽大舒适，适合生产和哺乳。不急，关注我吧。